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唐人环球之机》。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新一轮疫情救助方案将再发现金并延长额外失业救济；涉信息检查和假新闻，前印度雇员提控告，阿里巴巴和马云被传唤；中共病毒疫情，朝鲜宣布疑似病例并封锁开城；出演电影《乱世佳人》的好莱坞巨星夏慧兰去世，享年104岁。首先来关注第二轮美国救助法案的部分细节内容。美国财长姆努钦表示，联邦政府八月份将给符合条件的每个美国人再发放1200美元的补助金，同时疫情失业补助金项目也将被延长，但金额会大幅减少，以鼓励人们重返工作。美国财长姆努钦周六透露，共和党议员们将在27号公布新一轮的疫情救助方案。他认为该方案会快速在国会推进。此次涉及1兆美元的救助方案，延续了国会3月通过的救助法案的主要项目。川普总统力主在新一轮救助计划中纳入减少工资税的项目，不过遭到民主党人的抵制。穆努钦表示，此次川普政府将再向符合资格的每个美国人发放1200美元的现金，这比减少工资税来得更快、更直接。年收入不超过75000美金的美国人，大部分人的救济支票会在8月份发出。对于将在本月底到期的每周600美元的疫情失业补助金，穆努钦周日表示将会延长该项目，但白宫和共和党议员倾向于将补助金的金额限制在每周100或200美元，不超过一个雇员先前薪酬的70%，以鼓励人们重返工作。And in certain cases, people were paid more to stay home than they were to work, and I think that's something that the American public understands. We're not going to use taxpayer money to pay people more to stay home.白宫代理幕僚长麦多斯说，川普总统一直在关注给美国人提供经济救助的事情。The president has been very clear. He wants to make sure that the American people have what they need during this unprecedented time to make sure not only the money is there, but the programs are there. 另外，救助法案中的另一个重要部分，为企业提供优惠贷款以度过瘟疫难关的薪资保障计划，将在8月到期。在第二轮贷款方案中，将更新为主要针对员工人数少于300人且收入至少损失一半的企业。新唐人记者金石综合报道。2020年，大西洋第一场飓风汉娜周六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墨西哥湾沿岸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了热带风暴。不过，所带来的强风暴雨正在给应对中共病毒病例激增的当地政府带来新挑战。一级飓风汉娜在一小时内以每小时90英里的最大持续风速两次登陆。第一次发生在下午5点左右，登陆地点是在距离科珀斯克里斯蒂市南部约130英里的曼斯菲尔德港北部约15英里处。第二次登陆是在肯尼迪郡东部附近。据美国飓风中心报告，周六晚汉娜风速略微减弱至每小时85英里，周日早晨已减弱为热带风暴。风暴中心距离德克萨斯州麦卡伦约40英里，距墨西哥的蒙特雷约65英里。美国飓风中心目前已取消了对德克萨斯州海岸发布的风暴警告，但汉娜可能在周一前给该地区带来18英寸的降雨，从而引发洪水、河道水位上涨泛滥。德克萨斯州的许多地区，包括汉娜登陆附近地区，最近几周一直在处理中共病毒病例激增的问题。德克萨斯州州长哈伯特向风暴途经的32个县发布了灾情警报，但预计风暴不会影响海上石油和天然气生产。新唐人记者徐哲、张启一综合报道。一名印度前雇员对阿里巴巴和其创始人马云发起了民事诉讼，他因为反对阿里巴巴的审查制度和假新闻而被解雇。印度法院已经对阿里巴巴及马云发出了传票。根据路透社获得的7月20号法庭文件，印度古尔格拉姆地区法院的一名民事法官向阿里巴巴及其创始人马云等10多人发出传票，传唤他们7月29日出庭，回应阿里巴巴旗下的印度 UC Web 一名前印度雇员的诉状。这名雇员认为自己在反对公司审查及公司应用软件上的虚假消息后被错误解雇。根据传票，法官还要求该公司及高管在30天内提出书面答复。
此案发生的几周前，印度和中共军队在边境发生冲突。印度政府出于国家安全考量，禁用了包括阿里巴巴的 UC News、UC Browser 和抖音、微信、微博在内的59款中国应用程序。随后，阿里巴巴 UC Web 开始在印度解雇员工。Petition हमने damages के लिए और उसके consequential relief के लिए डाली है, एक civil suit डाला है。法庭文件中，曾在阿里巴巴 UC Web 办公室担任副主任的前雇员帕尔玛说，该公司审查对中国不利的内容，其应用程序 UC Browser 和 UC News 引用了虚假新闻，造成社会和政治动荡。帕尔玛要求$268,000的赔偿。在多达200多页的法庭文件中，帕尔玛提供了 UC News 上一些被指虚假消息的截图证据，还有一个敏感词列表，依此审查过滤对中国不利的内容。新唐人记者刘海英综合报道。因不断暴涨的房价，首尔市民走上街头，批评文在寅政府摇摆不定的房地产政策。请看来自韩国的报道。25日晚，反对房地产限制政策、遭遇税金炮弹的市民们集中在首尔一枝六福地举行烛光集会，批评县政府的房地产政策无为。当天活动上，市民们高喊租赁三法违宪、放宽房屋转让税、保障私有财产等口号，以抛鞋子的方式表达对文在寅总统的不满。为了控制不断上涨的房地产价格，文在寅总统出台617房地产新政，扩大投机过热区域范围，强化实际居住条件限制。但是新政实施后，反而让房价暴涨，贷款变得愈加困难，摇摆不定的房地产政策让市民困惑。不动产그분양권을샀는데갑자기집이있다고소급적용해가지고대출을규제하겠다는거예요대출을규제하면은우리가원래돈을계획집을사면큰돈이들어가잖아요작은계획을다세워놓은상태에서다망가지는거예요随着韩国政府提高持有税，多套房和单套房持有者的负担大幅增加，遭遇税金炮弹。同时，租赁三法也让房屋出租人和承租人形成无形的两极对立化。임대인은그사람이어떤주거의안정성을해치기때문에계약을안할수도있는건데영구히그사람은내쫓을수없다나가게할수없다라는법을이상한법을만들어요그런법이어디있어요그럼사유의재산제를갖다가부정하는거아닙니까우리가임대인이면서임차인일수있는대한민국국민인데그거를임대인은나쁜사람임차인은보호되어야되는사람이게언제든지그런위치가바뀔수있는국민인데도불구하고그렇게양극화시키는게너무너무잘못됐다고생각해서나오게됐습니다文在寅总统上台后不断颁布房产相关政策，但是房价依然居高不下，这也让文在寅总统的支持率不断下降。新唐人记者金野韩国首尔报道。智库组织香港观察创办人罗杰斯在接受英文大纪元时报采访时表示，北京颁布的港版国安法破坏香港自由自治和司法独立，中共必须受到惩罚。智库组织香港观察创办人英国人权活动家罗杰斯认为，中共新国安法是对香港的全面侵犯。Well, this is the worst law I think I've ever seen in many years of human rights work, and it exceeds our worst fears. In effect, making Hong Kong at least on a pathway to becoming just another Chinese city. And what that means is that it's going to be accompanied by all the repression that goes with being.A Chinese city, the repression at the hand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it means that freedom of expression, freedom to protest, freedom of religion, freedom of the press, are all going to be undermined. 6月30号，中共以秘密的方式快速通过了港版国家安全法，将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恐怖主义以及与外国势力勾结的行为定为犯罪，最高可判无期徒刑。罗杰斯表示，中共可能对这些罪名进行广泛定义。The definition of subversion really includes any form of criticism or dissent from the regime. And the clause of collusion with foreign entities has the potential really to make it a criminal offence for people in Hong Kong to do what they've rightly and understandably done.For some time now, which is to talk to foreign journalists, foreign activists, foreign parliamentarians. 中共的港版国安法不仅适用于在香港犯下的所谓违法行为，
还适用于非香港永久居民在香港以外地区的违法行为。Not just to Hong Kongers in Hong Kong, but to non-Hong Kongers outside Hong Kong. So in theory, at least, what I do in London, criticizing the regime, and what you do in Washington, and this very conversation we're having now, could in theory be a criminal offense under this law.罗杰斯建议世界其他国家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式制裁中共，同时国际社会应该拿出人道救援方案，帮助港人脱离困境。Against individuals and entities that are par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egime in Beijing and its proxies in Hong Kong, who are responsible for serious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and who are responsible for this law, if the regime is allowed to just get away with this with impunity.Then it's not going to stop with Hong Kong. Taiwan will be next. And actually, our own societies will be further threatened as well. I've always seen Hong Kong as the front line in the fight for freedom against authoritarianism. 7月14号，美国总统签署了香港自治法，并签署行政令，撤销香港特殊优惠待遇，制裁破坏香港自治的中共官员及实体，以及与他们有业务往来的银行。7月20号，英国宣布对香港实施与中国大陆相同的武器禁运。目前，英国、美国、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亚都终止了与香港的引渡条约。新唐人电视台纽约记者站报道。中共病毒疫情，朝鲜宣布疑似病例并封锁开城。截至北京时间7月26日，除中国大陆外，全球确诊感染中共病毒的人数超过了1600万，死亡64万人。许多国家新增病例创下了纪录。一直声称没有感染病例的朝鲜当局周日宣布发现疑似病例，并且封闭了开城。自疫情爆发以来，朝鲜当局一直称没有确诊病例。周日，朝鲜官方表示，该国首次出现疑似病例。朝鲜称这名有中共肺炎症状的疑似病患出现在朝韩边界城市开城，三年前从朝鲜脱北前往韩国，于7月19日越过军事分界线返回朝鲜。韩国军方随后表示正在了解情况。金正恩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封锁了开城，称这是危机情况，恶性病毒已经进入该国。从周日开始，韩国棒球比赛重新向球迷开放，每场比赛最多可出售 10% 的座位，球迷入场时要测体温，观赛时戴口罩，保持安全距离，并被注册，以便在需要时可以找到他们。根据韩国公共卫生当局的数字，最近韩国的中共病毒感染者大多数是境外感染。德国巴伐利亚的一个黄瓜农场爆发疫情，至少174名工人病毒测试结果呈阳性后被隔离。周日，可以从农场外面看到工人们在宿舍中，整个农场480名员工，包括测试结果为阴性的员工，也禁止离开农场。私人保安人员正在监督隔离区。德国周六一天确诊病例增加了305例，至206000多例，9202例死亡。澳大利亚人口第二大州维多利亚州周日报告459人染疫，10人死亡，这是澳洲单日最高的死亡人数增量。州长安德鲁斯表示，维州的新增病例主要在养老和医疗设施、大型配送中心、屠宰场、冷冻设施和仓库。澳大利亚整体疫情比其他国家缓和，但维州疫情严重，至今已有14400人感染。该州已被封锁六周，强制居民戴口罩。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周日表示，英国在周五看到西班牙感染病例大幅增加的数据后，迅速采取行动，对从西班牙返回的旅客实行隔离。这项隔离措施于周六午夜生效，让旅客无法提前计划来规避隔离。英国外交部也建议，除了必要旅行外，避免前往西班牙。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在周六发推文说，他的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65岁的博索纳罗于本月7日确诊感染，但一直在隔离状态下办公。巴西累计已有超过239万人染病，与 8.6 万人死亡，是全球第二多确诊病例的国家。新唐人记者严峰、张琦综合报道。因为中共病毒疫情而关闭几个月之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家动物园重新开放了，让家长和孩子们又见到了久违的那些可爱的动物。父母与孩子们一起被困在家中几个月后，
到动物园观赏，让他们终于能松一口气。We are very excited. We have been waiting for the zoo to open for many months. We're members, so we jumped at the opportunity when they opened up to members for parking and all that. 国家动物园对公众免费，但现在需要提前在线上预订通行证。动物园每天上午8点至下午7点开放，洗手间、露天小卖部和零售亭都将开放。在园区内需要保持社交距离，成人和6岁以上的孩子都必须戴口罩。公园还建议2岁以上的孩子也佩戴口罩。COVID is a zoonotic disease, so we know that it transmits back and forth between humans and animals. But this is what we do. We know how to protect. We're a zoo. We know how to protect against zoonotic diseases. So, 动物园不仅要保护访客避免互相感染，而且还要防止人类与动物之间的任何疾病传播。动物园饲养者都戴着 N95 口罩。现在，随着动物园室外广阔的空间向游客开放，人们可以在室外放松。We think that we can go visit the outdoors safely at the zoo. Everybody's wearing face coverings. People are social, are distancing physically, and the indoor exhibits are closed. So this is a great form of outdoor recreation. We can get some exercise and enjoyment without risking ourselves and other people. 其实最兴奋的还是孩子们。It's been amazing. He was up at what time? 6 a.m.Because he couldn't wait to see all of his favorite animals. And what are your favorite? 新唐人记者严峰、张琦综合报道。随着口罩成为防疫必需品，人们对口罩的时尚感也提出了要求，新口罩文化应运而生。走在纽约的大街小巷，你会看到，无论是路上的行人，还是商场的消费者，都有一个共同的标志，那就是口罩。可纽约人凯奇看遍了千篇一律的蓝口罩后，开始想要找到代表自己的口罩。I really like to look well presented. I like to look chic. 来自非洲象牙海岸的凯奇表示，他希望口罩上能有一些与非洲文化联系起来的设计。于是，他选择了当地设计师索德克的作品。索德克采用了大量的非洲面料。So I really like this because, as you can see, it has some room for breathing.Not only that, I like the color because it fits a lot with my clothes. 当然，除了独特的设计外，实用性也是人们选择口罩的一个重要因素。The good thing about it is washable, so you can easily wash it by hands. You can it dries super fast. So every other day when I wear my mask, I wash it. 现在市面上的口罩各式各样，应有尽有。如时尚设计师恩哥推出的施华洛世奇水晶闪钻口罩，零售价在110到500美元间不等。另一位美国设计师托里伯奇推出了35美元5个的口罩，而且其中10美元将用于慈善资助。根据芝加哥某市场研究咨询公司的数据显示，可重复利用的口罩需求正快速增长，很多工厂和设计师们都纷纷迅速转入了这一行列。新的口罩文化正在兴起。新唐人记者严希综合报道。法国南特大教堂被烧，卢旺达难民承认纵火。周日，法国检方宣布，一名卢旺达难民被控蓄意纵火毁坏南特主教座堂，该嫌疑人已经认罪。7月18日，法国历史建筑瑰宝、建于15世纪的南特大教堂，在一场火灾中受到严重损毁，其中的大管风琴完全毁坏。法国检察官皮埃尔·塞纳斯7月26日表示，对一名在南特主教座堂负责保卫工作的卢旺达难民义工进行正式调查。该名39岁男子供认，自己17日夜里在南特大教堂的3个地方纵火。如果蓄意纵火破坏罪名成立，嫌疑人将面临10年监禁和15万欧元的罚款。该名卢旺达男子几年前以难民身份进入法国，获得庇护后被南特主教座堂收留。此人律师表示，当事人现在对自己的行为表示非常后悔。法国历史保护建筑首席建筑师布鲁内认为，保守估计南特大教堂复原工作至少要花费3年的时间。新唐人电视综合报道。
近期，欧洲航天局和美国宇航局发布了太阳轨道号探测器传回的最近距离拍摄的太阳表面照片，一起来看看高清晰的太阳特写照。太阳探测飞行器太阳轨道号今年2月从美国佛罗里达的卡纳维拉尔角发射升空，展开为期10年的太阳观测任务。6月，太阳轨道号进入距太阳约7700万公里的范围。7月16号传回近距离拍摄的照片，这些高清晰的太阳特写照呈现出此前未看到的细节，让人振奋。Receiving this first science data was really exciting. We see already little features we haven't seen before, like little flashes of light that look a little bit like solar flares, but are much, much smaller than the solar flares we used to know. 这些比太阳耀斑小百万倍不止的小闪光，科学家把它们叫做篝火。科学家猜测，篝火可能加热日冕。人们早就知道日冕比太阳表面温度高，但一直不明白原因。受中共病毒疫情的影响，科学家们不得不在家中远程完成对仪器的操作任务。飞行器上载有10种科学仪器，包括6架望远镜。The orbiter's first close approach to the sun has enabled us to, for the first time, operate all 10 instruments on board together. Initially, they had been checked out one by one, like tuning individual musical instruments, and now it was time for them to perform together for the first time.按计划，太阳轨道号在快速通过金星附近后，会于2022年初飞行到距太阳4200万公里的范围内，比火星距离太阳更近，并将第一次拍摄到太阳两极的图像。这架耗资15亿美元的飞行器将与1年半前 NASA 发射的帕克号太阳探测器一起探测太阳圈和太阳风，两个飞行器都将在被认为极危险的太阳近距离范围作业。新唐人记者徐哲、王于鹤综合报道。出演电影《乱世佳人》的好莱坞巨星夏慧兰去世，享年104岁。曾出演电影《乱世佳人》的好莱坞巨星夏慧兰于周日在巴黎家中安详去世，享年104岁。好莱坞传奇巨星夏慧兰7月26日在巴黎生活了60多年的公寓中自然死亡，安详离世，享年104岁。夏慧兰1916年生于日本东京。1939年，夏慧兰在经典影片《乱世佳人》中饰演梅兰妮·威尔克斯，这个角色为她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提名。Gone with the Wind really was the happiest experience of my entire career, making that film. 夏慧兰一生获得的奖项包括2座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2座金球奖和1座威尼斯影展最佳女演员奖。她还被授予美国国家艺术奖章和英国颁发的司令勋章等。夏慧兰曾表示，她长寿的秘诀是珍惜拥有的东西，保持愉快的心态。夏慧兰的亲生妹妹是另一位奥斯卡影后琼·方登。方登于2013年去世，享年96岁。夏慧兰和方登被认为是好莱坞1930年代和1940年代最后的两位顶尖女演员。新唐人记者刘海英综合报道。好，感谢您收看这次的新唐人环球之机，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了。